这一关又是啥哎？你来呀！我不想来。还选那些呢？没啥好玩的植物了。你不能写弱一点，然后让他玩玩我们。咋玩啊？给你都打死了。你给向日葵死了，然后就玩玩他。浪一下。不然就不搞笑了，没人看了。等这些都打完着呀，没整东西没打完呢，你就录那个，我的植物还不全呢。你玩玩他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这个大哥。傻了吧？向日葵，吃啥亏？不能垫这个老兄，不能这垫这三个老弟。哎呀，啊不行，不能垫他。输了，赢了，赶紧整完。他玩玩我们，让他玩玩我们，把向日葵给吃掉。他这样的还有个大象啊，他是泰国的僵尸啊。不知道。那有个大象啊。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